开始了吧？应该是开始。先吃那个，我想先吃这个。你吃玫瑰的吧？我喜欢这个原味，你喜欢玫瑰的，对，是吧？对，没有错。我感觉这个好像曾经化过。我也感觉它曾经化过，它应该有这么多刷。真的，都变形了。将就。我出镜了。你要吃？不吃，你都不吃我的，我也不吃你的，哼。在东北，冬天就要吃冰棍。在南方，冬天吃冰棍，人家就把你当傻了。冰霜掉了。哦，原来这个莫斯利安是光明的。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以为莫斯利安是个牌子。淡淡的玫瑰花香，有点花茶的味道。我不太喜欢吃玫瑰味的东西。是吗？嗯。我吃过玫瑰味的有，我还吃过玫瑰味的那个汤圆的。之前那个好利来的。你说为什么烫也得吹一吹，冷我也得吹一吹。拔牙吗？嗯。有没有感觉南方的冬天吃冰棍跟在北方的冬天吃冰棍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还好，因为北方暖气，反正我家暖气没有那么热。我北方吃冰棍还是什么？冰棍永远不会化。嗯。冰棍是常温的，就跟那些年的冷笑话一样。今天去吃烤串，老板问你要常温的啤酒还是要冻啤酒。好的，都是一样的。再吃一个这个光明的奶砖，好像南方很多都喜欢吃这个奶砖。嗯，东北好像比较少。东北喜欢吃那个什么叫什么德式，还有一个什么牌子的中街。就没有专业，让我给你看看我怎么做吃播的。我们先看一下外包装，太白了。啥也看。没有错，它就是个白色的。人家上面明明有字的。我就忽悠一下大家嘛。看这个奶砖。
它也是有白色的。你这个展示好敷衍吗？那我多聪明，捞着吃。奶砖让我吃出了冰激凌的感觉。冰激凌让我吃出了烫嘴的感觉。你的木棍还在那呢。啊，不用，费劲。我有点拿着太上手了。为什么要吹一吹？为啥还有蚊子？可能闻到你的火锅。所以你知道哈根达斯广告词是什么吗？那他就在他说哈根达斯吧。嗯。哎，你觉得我应该带你去吃一个吗？我们不是去吃过吗？那我不是天天都很爱你吗？天天吃是吗？嗯。用哈根达斯来证明自己，令你纯真的爱。钱呢？在哪儿呢？调情就调情，说点现实的什么？我就说一说，你都当真了？我有这颗心意就足够了。对于吃，我从来都是认真的。我说了。八十八两，不是，让脑子瓜子拔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耳朵越吃越热。摆满了垃圾，视频可能有点那个什么，里面是绿色抹茶的。我们两个人就在这一块不太注意啊，总是吃吃桌上一堆垃圾。嗯，画面有点不美观。嗯，垃圾收一收。然后又是摆在一堆的垃圾。这是一个河路雪的，什么都看不到，看到了，我这棒子犹豫了半天还是没舍得扔，感觉这个也能挖一下。是抹茶红豆的，吃什么都得用棍子。北方人跟南方人的区别，我是豪放派，你是板栗派。
后来我再娶了一个北方的媳妇儿。你豪放不起来。咋的呢？我这不就豪放了吗？我想起那个，千万不要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我会一直娘下去的。我会一直娘下去的。嗯，他这家没有那个巧克力，是在里边吗？对的。啊，摸到了。把那皮给你。我不要试试。你要吃上面巧克力吗？你要吃红豆吗？嗯，我已经完事儿了。我不爱吃外面这个皮，它有点软了。嗯，是的。我也不爱吃皮，这皮包为什么软了？是因为化的时间太久了。我喜欢吃那种就是现打的甜筒，那个脆脆的皮。嗯。巧克力。我把冰淇淋吃。嗯，你看这外面都是巧克力。嗯。哎呀妈！看着你吃皮的样子可真香，让我觉得我以后吃完冰淇淋得把皮给你。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拜拜。